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F 在物理学上 F 代表是力的代表，它是力的符号啊，物理学的力的符号。但营销上的话，营销力决定你的企业市场的杀伤力。如果你的营销力越大越高，你在市场上推广你的产品可能效果会越来越好。但是现在就是说，培养一个强大的这个营销力，是不是一定非得要拿钱把它积累出来？钱越多，广告媒体投放越多，是不是你的产品包装越好，就一定在市场上就能获得很好的销售呢？并不是，未必。为什么？现在以市场的营销力啊，这个力的组成，你只是自己在给这个力啊设计一个体系，但是更多的是这个力一旦走上市场上去，它会有阻力，所有的阻力来自于你的竞争对手，阻力的整合。当发现你的阻力整合已经等于你退出市场的这个营销力的时候，你的营销力的时候，好了，你的市场就开始停滞了。当我们的阻力获得的阻力已经大于我们的 F 营销力这个退出营销力的时候，好了，市场开始萎缩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就要创造一种比阻力更大的一种市场营销力，实现超越竞争对手，或者什么赢得竞争对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概念，怎么样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强势营销力，并不是我刚才说了，并不是依靠资金运作，靠什么？创意。怎么样快速就是创造一种强势的营销力，实现赢得市场？核心思想几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奇，人奇我特，人特我邪。以前讲我做市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过去了。这个时代历史的话已经成为昨天，我们不要重复昨天的故事，看看今天现在啊，看看明天，叫人无我有，人家有了我要有，人家没有了我要有，人家有的话我要什么？我要奇。兵法云，你正合以奇胜，你正合以奇胜。那我就说我们必须得有什么奇特的方法，不仅要奇特，还要怪异。怪异到什么层次？让竞争对手根本摸不清，摸不透，看不清。在竞争对手想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功，已经走在最前面。你看营销力，我们这里个思想的话，主要是通过创意的方法达到一小步大的营销目的。如何做到这种空前的强势的营销力，那个营销力，而且是通过一种创意的方法。来看看这个创意方法有哪几种，而且这几种的方法怎么运作。我们再看看第一种方法，跨越时间，通过扭曲和延伸时间进行创意。只要对人们没有看过的事情，没有见到过的事情进行修复和重现，你就充满诱惑力。当我们对这个诱惑力进一步设计和炒作的时候，市场营销力就立马可以快速凸显。记住这一点，你要跨越时间，你要找到的这个事物肯定是人家没见过的。现在就说恐龙，说两个钳子比较小，实际上现在有人说恐龙满天飞了，为什么满天飞了？鸟是恐龙变的。但是你信不信？你可能会怀疑，你不会全信，但是你也不可能全不信。如果是我说啊，现在鸟是恐龙变的，你不一定相信。但是如果是科学上有这个论证在剖析鸟有可能是恐龙变的，你可能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你没见过。你见过鸟是由恐龙变过来的吗？你没见过。现在有人说这个恐龙啊很大啊，有三间屋子这么大，或者说是有多高，然后有七八米高。但是如果说有人告诉你有些恐龙比蚂蚁还小，你信不信？你怎么回答他？我相信的话，你可能只是怀疑，你可能会一个不肯定的语气说：“有吗？不太可能吧。”只要你的语气不肯定，好了，你的心里面已经产生怀疑了。为什么？你没见过啊，你不敢相信自己啊，你不敢无法做出判断啊，你没有看过的东西的话，你没有什么依据，没有确凿的依据。所以说我就说跨越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找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自己对自己进行怀疑，发生怀疑。一旦自己对这个事情发生怀疑的时候，好了，他的这个判断力就由你来左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就可以左右我们的什么，左右我们市场的心态感受，左右他的什么判断力。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产品的优势，规避的竞争。我们来看几个案子啊。第一个，四大名著与四大产业。实际上中国这几年电视剧啊，四大名著占领了很重要的位置，基本上每一年都在反复的重播四大名著。水浒传啊，播了多少次了？不要多说，我觉得20多次有了。西游记啊，从八几年吧到现在，我相信的话，西游记我相信可能500次以上都有了。各个这个地方的省级卫视，至少每一个省级卫视把西游记反复都播了5遍以上了。全国多少几十家卫视啊，中央电视台也是在当时首先最先播出来，就是中央电视台嘛。这是什么？
四大民族与四大产业，它现在就在市场上占领非常大的位置，它已经形成了四大产业。我们看看是哪四大产业啊？第一产业，旅游，像这个什么，涿州的影视基地，无锡的三国城，然后的话，这个三国，特别是无锡三国城，它现在旅游版做得非常棒。它的诱惑点在哪里呢？是景物再现，当时的建筑风情、民风民情。就说用无锡的三国城能不能完全体现三国时代它那时候建筑风格？我相信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它在建筑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了一些科技化的东西，当时的话是不存在科技化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客户一般去旅游，这些人群他去三国城去看什么？他就是要追随当时的三国时代的那种风情，当时的建筑风情是什么样子。这里面所以他为什么会去呢？我相信他第一点有什么，他对这个三国城相信了，他又认为这个三国现在的三国城可能就是以前的三国城。为什么？他没见过三国城，真正的无锡三国那时候建筑风情他绝对不可能去体验。我说了，这就找什么，找就是消费者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事物，这么一个点，改变他的什么判断力啊。无锡三国城第一个就是第一版啊，产业一的话就是旅游产业。第二个产业是什么呢？电视剧电影。现在你看过没有啊？现在就是电视剧电影由以前的就是电视连续剧到后面的什么各种类型的录像，特别是香港版录像，刚开始还那个西游记，那后来的话就大话西游，大话西游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词，大话连篇，胡扯八道。但是人家胡扯在理上，他就是什么从这个西游记里面就是拿出来两个东西，月光宝盒是西游记的，他就拿个东西进行放大，结果就什么一个意思，这四大名著本身的话已经形成了电视剧或电影产业影视产业，但是它延伸出来的东西的话还可以在电视剧电影产业里面影视产业里面进行继续的延伸或循环。这是第二个产业。为什么讲好多人喜欢看他的电视剧看这个电影呢？诱惑点就在一个点上，人物再现，就是要体现人物的原型，民间的这个艺术这个形象。比如说像诸葛亮的话，在民间他是一个智者的这么一个形象代表。实际上诸葛亮在三国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他并不是搞军事的，他是一个政治家。当然邓吴联合这个我觉得他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这个易中天品三国的时候好多东西都品出来了，可能都不是原汁原味的。比如说空城计存在不存在空城计有人说那个空城计说后来不存在又有人说空城计以前又不是诸葛亮干的又不是诸葛亮干的，说是关羽做的。这个当时的话是曹操和关羽之间的事情发生一个空城计结果的话这么在三国演义里面这么一描述反而把诸葛亮的形象上描绘出来了。但是大家就要看到诸葛亮到底他的人物原型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呢才看这个什么三国演义。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仅仅有人说是并不是仅仅看诸葛亮，实际上我跟你说三国演义里面每个人的话在这个人群里面都会找到自己倾向的这么一个人物原型。比如说你是领导，你可能对曹操比较感兴趣，曹操是奸雄他也是英雄第二个就是有些人的话可能对刘备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讲义气的桃园三结义用刘备这个人讲义气。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呢让人物再现，找这个人物原型，看这个原型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实际上他也没见过原型嘛他对自己的现在判断他没有一个标准嘛。第二个就是什么，在这里面的话他找到自己的感觉，其中有一个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原型。实际上影视有这么一个效果。结果的话有什么呢？电视剧四大产业就是四大名著的电视剧这个一个产业红极一时。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底蕴大部分的文化底蕴文化影视剧它的一个点可能很多很多的这个点都是在四大名著里面找到的。所以四大名著不仅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文化界，它也影响了影视界，影视界的文化基础可能也是在这里面找到的，现在也在翻拍也在循环。看第三个产业活动产业，最典型的就是什么红楼梦中人的海选。这个诱惑点在哪里？有人说他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看这个参加海选这些美女，实际上不尽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故事情节的再现，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这个人演绎以前什么以前的故事情节，用这个故事情节来反映衬托这个人的什么他的风情道德，来展现他的风采。当然了不排除什么去观看什么美女，特别是《红楼梦》中人评选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他评选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号召？首先，第一个，他采取现代化的方法，媒体组合了。现代化的方法主要是选什么东西呢？选了一批什么，最有在中国
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文化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这几个女人、女性，比如说，宝黛钗，那个黛玉，这个什么，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三个人，特别是两个是个女性，这两个女性为什么讲到今天的话，让好多人的话对他们有一种眷恋，因为她这个文化塑造了什么？当时一个女人的个性，塑造了一个完美女性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活动产业，这个活动产业一旦推出来，全国的话，到处的话就是热浪四起，全部好多一群年轻人不停的跟进，不停的参加，不停的评选，不停的去什么去追踪。结果的话，《红楼梦》中人，《红楼梦》中人，《红楼梦》还没再拍，翻版还没有再拍，《红楼梦》中人这个活动已经做到了极致。江中亮赏因为赞助了《红楼梦》中人这个活动，江中亮赏的这个销售额翻倍了。就因为《红楼梦》中人这个活动的运作评选，一大批的这个什么新人出现了，这些新人的话，好多在这个《红楼梦》中人这个《红楼梦》这个新版里面还没演出的时候，已经接到这个什么片约了，他又炒作出了一批新人，所以说这个活动产业，他又把中国的四大名著推向出了一个新的高潮，就用现代的手法炒作四大名著里面的有个性化的人物，这个个性化的人物就是把历史的人物，都放到今天，活跃在今天的这个市场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中国人永远是有什么，有一种追随远古这种心态。这一说，像是国学或复古，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潮流了？好，活动产业非常非常热。第四个产业什么？文化出版业，讲座版的易中天品三国，刘晓玲品西游记，易获点对名著的什么特殊的观点。你比如说像易中天品三国，他为什么品三国品的比较火？实际上有人说他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他就是什么用了一些通俗的手法告诉通俗的人三国演义有哪些通俗的意思，就是三个点，结果他很火。他实际上什么，你要是看三国志你看上有点深，看三国演义的话纯粹是语言描述，找不到感觉，那干脆他就评的话，他实际上好多人都是自己的个人思想。易中天评三国，他实际上是借助三国演义这么一个平台，把自己的思想影响了社会的思想，所以说他是什么，他已经不再是文人，他是明星了。所以第四个产业，从文化产业上四大名著推出了一系列明星，那明星是多少我就不说了。所以说四大名著造就了四大产业，为什么四大名著可以造就四大产业，就是因为他对人们没有见过的事情什么进行修复和重现，充满诱惑力，而且对这个诱惑力本身进行炒作设计宣传那个提升提炼，结果的话形成一套独特的适合于现代人口味这种新的四大名著。所以四大名著一直什么生活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它的四大名著在每一个时代它都会有所改变，想尽一切办法是适应这个时代的什么这个人家的读书的口味啊，这其中一部分人也是在运作，所以四大名著已经形成了四大产业啊，跨越时间嘛，我就说跨越时间四大名著影响了四大产业，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看看就是美国的这个侏罗纪公园，美国侏罗纪公园为什么会这么火？当时的话就是一推出来以后，在好莱坞，结果它的这个票房可能是在世界上当时创造了第一的一个这么一个奇迹，很快一天的话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亿美金，这是很恐怖的。当时那个时代，是几年前的事了，很厉害。美国拍这个电影的话，侏罗纪公园诱惑点在哪里？用动态的方式展现侏罗纪的怪物，吞食人类。第一个就是你见过侏罗纪没有？你不可能见过侏罗纪。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尽情地无限地把这种恐怖的怪物无限放大他的效应，结果的话让好多人扣住心弦给心惊胆战，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欣赏完了什么，欣赏完了这个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片，结果的话什么满头大汗，非常刺激，非常寻求一次刺激，解决了什么精神上的空虚，他实际上什么是跨越了时间，对侏罗纪这个东西进行修复，诱惑点是什么？第二个是诱惑点，第二个点就是什么？中华的恐龙园。当时的话，侏罗纪公园播出以后，常州它就没有什么，没有旅游景点，怎么办呢？干脆我们打造一个中华恐龙园，目的是什么？就是让那个什么影片上的这种活蹦乱跳的这种怪物给它固化，形成真实的怪物，让人家去观赏。这个怪物的话是可以靠近的，那个电影的怪物你靠近不了，很远，虽然近在咫尺的话，你摸不着。摸不着这个东西的话是可以摸着的，所以中华恐龙园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这么一个侏罗纪时代的一种怪物，它对过去的时代也采用另外一种手法进行修复和重现，结果的话吸引大批人，它是用静态的方式展现了侏罗纪的怪物化石风采，
结果的话，侏罗纪公园带出了什么？中华恐龙园。侏罗纪公园的话，不仅影视剧非常厉害，中华恐龙园现在也很厉害。中国现在目前好多的这个电视剧、电视影片都在不停的在反哺，看什么？看侏罗纪。为什么要看侏罗纪？因为侏罗纪在人家心目中已经充满了非常大的诱惑力和神秘感，所以看这个东西，顾客的话就是毫无，你可以毫无忌惮的去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去说，我放这个影片，我可以左右顾客的思想，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怎么放大或者是去吹嘘？顾客在这个观赏影片的同时，可能就不去怀疑，他是顺着你的心境往前走。如果顾客一旦对你的产品进行怀疑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怀疑了，好了，你说怎么样，他都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思想去运作，他不可能跟着你的步伐往前走，因为为什么？他怀疑你，怀疑你。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么一点，让他看得见，让他不要怀疑，对过去的东西进行修复和重现。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跨越时间，通过扭曲或你延伸时间进行创意，核心点就是找到人家看不没有看过的东西，对它进行夸大，对它进行修复或重现，这是第一个跨越时间。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最系统的理论指导，一流大学著名教授，前沿理论经典课程，聆听名师经典课程，实现企业快速成长。时代光华知名教授课堂。我们看看第二个，跨越空间。空间组合，空间可以链接和嫁接，把一个事情放在几个空间里进行展示，并通过一种方式把这些空间进行链接和组合，就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要么组合多维空间进行联合突破，要么组合特殊空间体现特殊价值。空间策略。那我们现在看这个，通过这个跨越空间创造多大的一个那个营销力这是通过这个创意方法怎么去创造强大的营销力。看看这么几个案子。第一个，超女怎么成功呢？人家超女的成功他说就是一个点对这个西方国家借鉴，然后草根明星。实际上这是指什么？大家看到的东西电视台在炒作它，实际上大家看的话只是一面。超女成功，它实际上是几个超级，是几个空间的超级组合，它不是一个空间。第一个空间是什么？电视剧，那电视空间，电视媒体。现在做活动，所有的活动如果没有电视跟踪的话，这个活动永远不可能达到自己的品牌。电视必须要追踪的话，而且是循环运作，不停积累造势，然后把你的这个品牌拖上去。电视媒体的话，以前如果打一次广告可以把成就一个媒体，成就一个品牌的话，现在可以要打50到10次，它要积累嘛，连续造势嘛，从多方面进行互动嘛。这第一个就是电视空间。第二个是移动空间。所谓移动空间什么意思？现在就是网络分几种。第一种最早出现的网络是什么？广电网，就是我们说电视媒体或者什么还有广播收音机。第二网络是什么？因特网。第三网络是什么？手机移动网，就是 SP， 就是我们手机短信信息短信这个短信网。实际上我们的移动网它的威力是大于什么？大于因特网的。现在想过没有？中国现在12亿人口已经有4到5亿部手机了。在5年以前，曾经我们就做过断言，2008年可能中国的手机数可能要超过3亿部，结果在2006年的时候已经超过3亿了，现在可能已经突破5亿了。这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速度会这么快。结果 SP 这一块那个网络价值远远大于什么？因特网现在有多少？首先第一个，你不能带着走也可以带着走，但是它大还不方便，很大。第二个就是现在中国有多少台这个什么计算机？我相信的话，现在中国全国算在一起的话，12亿人口，我相信可能目前在使用可以用网络链接的，我觉得话可很难超过1亿台。这1亿台比上5个亿，这就5比1。所以 SP 短信互动营销把超女的这个信息炒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也是什么？在活动上首先第一次导入短信营销的这么成功案例，这个是外面人看不到的。实际上在过程当中的话，你参与的话就是这个短信营销的话，你只要一动，实际上你在这个移动网里面，移动空间这个空间里面，你已经投上超女一票，你已经跟随他走了一步。你不在这个空间，他会在那个空间就把你套住。第三个空间，网络空间，它有一个网站的话，天宇传媒的话搞了一个网络这个主页，然后通过网络，通过博客群运作，博客日志，通过网络链接，会最后实现一个接口，达到一个什么高度？百网互联，千网互动，万网营销，结果一下子把超女再次推向高潮。这个时候超女都已经很出名了，但仅仅是这些空间还不行，它后面还有了。
现场互动。现场互动什么意思？就是在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时候，最后一次决赛的时候，他现场互动的目的是什么？现场互动实际上只是在面前我们大家看到的东西，现场互动的同时他也在和场外互动。这一群人互动的这一群人是什么？是场外互动的这些场外人，场外这一批人的话，他们意见领袖，他们互动了，他们会带动一批人跟你互动。电视机现场互动这个空间，这一次什么形成一个阵营，支持这个超女。那这是又是一个空间，这是什么？第四个空间，第五个空间，人脉空间。所谓人脉空间什么意思？活动营销你要投票了，投票怎么投？好了，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我对李宇春啊很崇拜啊，他是我的偶像，把你的手机借我用，把他手机借我用。所以每个手机的话，因为我的存在，这些关系的存在，你们的手机的话都会帮助我投一票。哎，投是投李宇春吗？这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通过人脉的关系。如果李宇春的话有一千万人支持他，一千万人通过关系运作的话，可以运作到5000万人或者1亿。这个数字又把超女什么，哎，又炒了一次。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是最终，最终的话现在后面还有两个，一个是专业经纪人空间。好了，他一旦成名之后，天宇传媒经纪公司后期的话要跟增了吗？怎么跟增？全国巡演、巡讲、巡唱，对吧？然后呢，个人演唱会推出来，给上海电视台或者东方卫视啊，北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啊，各这些特殊电视台进行合作，来进行什么专场包装，项目运作，项目包装，专场包装。结果一个人的话成为一个电视台的主题了。所以专业经纪人运作空间的话，进行第二轮炒作的时候，又把超女推上一个高峰。还有一个，超女之所以成功的这些点，后面还有一个人啊，功不可没，蒙牛。我刚才说了，蒙牛酸酸乳，它是一个超级酸酸乳。为什么叫超级酸乳？他把这个超女的他们这些粉丝转化成自己的粉丝。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的可能还不是这样子。他是怎么回事呢？蒙牛前后总共投资了8000万，用自己的电视媒体、户外广告、广告资源，进一步集中性炒作谁？李宇春，炒作超女。结果这一下子，确实把李宇春炒了一个天翻地覆，在活动上搞了中国第一次颠覆，超女就这么成功了。它总共是7大空间的互动，所以超女评选活动这一个事情，在7个空间进行组合联合出击，结果是超女草根明星一举成名。总决赛的时候是万人空巷，最后的话我跟你说价值何在？超女的出场费，李宇春最高出场费一天是60万开始人民币。这个出场费的话已经靠近了谁啊？国际明星的身价。章子怡的话最高价格一天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60万。超女就这么成功呢？就是7大空间的组合，哎，他用的成功了。这第一个通过空间组合，第二个就是造星与造英雄。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几年啊，这航天英雄出现3个了，特别是第一个就是杨利伟为什么可以一夜成名？神武上去了，英雄出来了。造星给造英雄有时候是同步推荐的，但我们不能说是生产英雄，不能说是生产英雄，我们只能说在造星，我们卫星上天了。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展现出来一个民族精神，哎，民族英雄也由此诞生了。这里面也是一个空间组合，第一个空间它是两个特殊空间啊，第一个空间是什么？神武的空间，第二个空间太空的空间。这两个空间组合的方法是什么？载人航天事件，就宇宙飞船的话，就是我们的飞船就是载人航天嘛，哎，这个试验嘛，结果是神武上天，民族英雄诞生了，横空出世啊。杨利伟现在已经被就我听说可能是被提拔了啊，消息不确不确凿，我们就不敢说。这也是什么？这也是空间组合。我刚才说了，但是空间组合的话，在任何空间组合这些空间，你必须得靠一件事情去组合，你不能散。比如说我在这个空间是这么做，在那个空间这么做，然后是不同的事情，不行。你要把所有的空间联合起来，联合出击。就第一种，超女的成功，超女的评选活，它的这个组合方法就是超女的评选活动，把7个空间组合在一起。第二个，造星这个什么杨利伟的出现，造星与造英雄，他这个组合空间是什么？就是两个特殊的空间，把就是通过一件事情，就是载人航天事件这个一件事情，啊、这个一件事情把什么，把这个价值体现出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要么通过一种方式把几种空间组合在一起，进行联合突破；要么你就组合特殊的空间，一下子把自己的价值展现出来，一下子把这价值展现出来。所以我就说刚才说了，造星与造英雄组合的是两大特殊空间。超女的话是组合几大空间，哎，联合对抗，不联合出击。所以我刚才说了，跨越时间，你就可以什么创造强势的营销力。如果说我们企业对空间组合要有一个新的方法，你同样的话可以
创造一种强势的影响力。所以说广告不一定非上中央电视台啊，当然我中央电视台听着会很不高兴，但是我提出来通过空间组合的方法，你可以超越任何一个电视台。关键是你要有方法怎么组合他们，用什么样的思想组合他们，这种事件本身就要符合时代潮流，而且也能够有适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否则的话你根本难以把这个空间组合起来，没有，因为在每个空间里面都不可能有互动嘛，所以这个点只要找得好一点。我们来看第三个，设定环境策略。设定一个环境，创造一个故事，创造一种价值。环境可以改变价值，产品可以通过环境来改变价值，投入的资金也可以通过设计和改变环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们环境是可以创意的，是可以设计和改变的。环境分多少种，有现实的环境，有虚拟的环境，上有游戏机的话那都是虚拟的环境。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样设定一个环境创造一种价值。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杯子啊，第一个我们提杯子策略，这个杯子有多少种价格，这个杯子有多少种价格，按我们市场价格来说的话，它可能你会给它一个范围，十块钱以内跑不了。如果是一个企业生产的，这个杯子在任何地方价格都可能都是同一价格。这个杯子价值的话，通过价格给它定位了，给它定到一个十字架上，这个价格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话这个价格也就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错掉了。设定一个环境，这个杯子价值立马可以改变。我打个比方啊，第一个，这个杯子如果只是用来饮水，这个杯子的话我相信5毛钱你可能不会愿意买啊，1毛钱到处都可以买到。如果可以告诉你这个杯子的话有保健功能，我们加上一种东西有保健功能，这个杯子的话如果你卖10块钱，我觉得话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可以接受，那因为保健功能嘛，对身体有特殊的功效嘛。如果我再告诉你这个杯子如果是我们国家主席送给美国总统的礼物啊，如果啊，假如啊，这个杯子我相信你花了1000万可能你还很抢手。为什么？在放在不同的环境它就有不同的价值，所以杯子价格像孙悟空一样也可以切实而变。变化关键是怎么要变，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去变，就看你给它怎么定位，你要卖什么样的价格。有时候说我们定价格的话是按市场需求来的，不全对。定价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什么，考虑到环境问题，我摆在什么地方卖，在哪里卖，给它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再考虑到就是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当然了，我们可以参考消费者的心理接受价格。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价格改变了，你的定位也在改变，你的市场消费群体也在改变。比如说这个杯子价值1000万，这种消费的话只能是一种豪华奢侈消费，你的定位面肯定会很窄，你的市场群体会很少，可能就是像浙江的这些500强中国的500强这些民营企业的老板买得起，一般人可能不会买，对吧？所以价格改变，你的什么消费者定位也在改变。但是价格改变的话，我说了，改变价格的方法，你可以通过什么设计或创意改变环境，改变一个环境就可以改变价值就可以改变价格。哎，杯子策略就是杯子价格可以切实改变。那第二个就是哈利波特的这种魔法啊，哈利波特魔法忽悠了全世界。你像赵本山说的，哎，再忽悠忽悠，但是赵本山那种忽悠只能忽悠中国人，哈利波特忽悠谁了？忽悠全世界。我觉得这种忽悠我印象真是到位了。你看啊，设定一个魔法环境赚了几十个亿，他这个进行魔法环境赚了几十个亿。哈利波特你看啊，这有这么几种方法去运作。第一个就是哈利波特美国科幻片制作，24小时科幻片卖了多少啊，这个书籍的话卖多少，1000万本。刚才说雨丹的话是什么10天90万册吧，但是哈利波特24小时销售1000万本，目前全球销量已经超过3亿本，绝对是全球第一大销售畅销书。为什么？就是因为魔法设计的存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销售卖点，这就是什么特殊的环境改变的价值啊。然后你看啊，时代华纳买断了电影版权，票房收入就达到9.84亿美元。9.84亿美元是多少钱，按这个人民币算的话70多亿。中国的哪一部大片有70多亿的回收，没有任何一部电视剧。改变成熟的布鲁姆斯赚了1600万英镑，只是把它改变一下，版面改变一下，赚了1600万。核心要素有什么？一个虚幻的魔法环境，一个故事是现在的啊，是一个故事，主要核心点在哪里？一个就是一个魔法环境，第二就是自己现在的自己可以和过去自己进行对话，跨越时空看见过去自己是什么样子，啊，过去的自己拯救现在的自己，站在自己的话给过去自己对话，就这么一个点，体现什么魔法环境的奇妙。啊，当然它这个可能就是体现魔法里面还有很多种要点。但是我记住就这么一点，能让我记忆比较清晰的，实际上了解自己的未来，充满神秘感。我就说他创造这么一个魔法这么一个环境，忽悠了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认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特别是年轻一代，简直是可以说对这个魔法环境佩服的五体投地，每天都做梦都在想，我有一天如果能到哈利波特里面呼噜一把，感受一把，这才叫什么棒，这才叫什么爽，可能你一般人没这个机会了，不要去想啊。所以说我就说，哈利波特创造魔法环境，忽悠了全世界。杯子价格的话有72遍，原因是什么？设定环境，设定环境，环境可以改变价值，产品可以通过环境来改变价值。所以说，设定环境，你就可以让你的价格改变，改变，然后同时来创造一种强势的营销力。美国的网络杂志上推出这么一个，推出一个榜，品牌榜，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苹果那个 iPod。为什么是苹果 iPod？他创造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让音乐无处不在，就因为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么一个环境，结果的话他的产品品牌销售额，品牌销售额多少我们就不提了，但是他品牌力走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巅峰，他实际上也是什么，也是设定一种环境，一种音乐环境。如果说你能设定一种音乐环境，我相信你能设定一种特殊的环境，我相信你的产品会非常好卖，但是设定这个环境是为你产品设计的，这是第三个策略，设定环境，改变价值。好，这一讲就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